老板，老爷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您快上座。那就不必坐了。上次我看的那个青花瓷还在不在？那当然在。您看，这不是在那儿啊？我去给您取去啊。您找眼，先别付款。这青花瓷瓶是假的，假的？姓霍的，他妈，你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啊！敢在我店里弄事儿，活得不耐烦了是吗？这位先生，我们古玩界最讲究的就是诚信二字。你说这个瓷器是假的，却空口无凭，这种做法可是犯了规矩的。